所以一定70啊，分七啦。其實疫情嗰時拍嘅，其實我哋嗰時都好驚嘅。一個月前最嚴重嗰時咯，翻發嗰時咯，係嘛咁啫？即係第三波啊，第三波開始咯。第三波開始就大批。欣欣姐日日 touch 嗰啲發生嗰啲地點俾我，我日日出到我都睇睇，我究竟拍唔拍咧？我諗咗好耐，究竟呢個去拍唔拍咧？即係話停唔停係咪停？停唔停？唔係未開，即係諗住話開唔開拍？開唔開拍？因為我呢啲疫情嘅嘢慢慢會減少噶嘛。但係咧，你知呢個世界，你一停咧，就大家就冇飯食啦。所以我後屘都即係冇得選擇，非拍不可。即係現場做安全措施做好啲咯，譬如探即係嗰啲槍啊，每人巴嘢，之後一嚟就巴嘢。即係每個人即係探完啦。跟住口罩咯，供應咯，洗手液咯，呢啲即係出邊做嗰啲，我哋都做，同埋之前都要噴。噴消毒，消毒啊，好似啲市政局，即每日都消毒嘅。每日我哋做足嘅，因為驚瀨嘢嘛，一個上咗身就大鑊啦。冇諗住唔拍啊？嚇？冇諗住唔拍啊？疫情咁嚴驚唔驚啊？嗰時？我覺得七十歲一個階段嚟講，係我所有啲戲入邊最好嘅一部電影。啊，咁你值得啦呢部戲出嚟。係啊，多謝你送一個真係好嘅禮物。陰陰姐呢部戲，我揭少少啦，一句對白都冇。嗯，咁好啊！我諗你以前都未試過。唉，我啲演技真係唔錯嘅。仲難做啊？係咪？好難做。難嘅。但我的角色又不是很難。為什麼？你的角色不難的，坐在這裡。是啊，我做一個98歲的腦退化症的老太太。今天是不是正日啊？是啊，是啊。今天是正日？是啊，是啊。我很喜歡這個角色的，所以這個是最好的禮物。是啊，最好的禮物。我希望都帶俾觀眾，亦都係最好嘅禮物。嗯，會唔會慶祝啊？咁啊？而家唔係慶祝緊咯。屋企啊！屋企可以一定屋企。琴晚食咗啦，慶祝都係翻屋企啦。不過今年不過女人咧係做71歲嘅，男人做70。係咩？咁樣嘅咩？係啊。哦。所以出年大搞，出年先大搞。但係唔好有疫症啊，係咪？疫症又係兩個人，咁即係我對住我老公，一係我對住我個女，冇